第一个是欲界天。我们今天介绍天界的众生，包括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我们先介绍欲界天。欲界天的天众呢，都有饮食、美色、睡眠等诸欲，最主要的是这三种欲了啊。因为欲界天有男有女，欲界天依据人天人的福报的大小有六层啊，就是从十天王天到他化自在天。天不是说地球的上空，它指的是其他维度的时空。我们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是天王天，四天王天的天人呢，贪欲比人类要少要小，但是呢，他们和人类的关系最密切了。四天王天的四大天王手下有很多的天人和天神，还有地神等神祇，是四大天王的眷属，护持正法，监管人间。他们是护持人间正法的主要执行者，管辖着我们这个小世界的治安，相当于我们这个小世界的警察。我们平常说的头上三尺有神明，指的就是他们。北方的这个多闻天王，这黄色的守护神，是财神啊，多闻为辅，右手持宝伞，左手拿着一个神鼠，就是寻宝鼠，他是施财天，人间的一个主要的财神，念他的咒可以增长财富。北方多闻天王也是来护持修行人的，谁修行他就给谁钱财务，帮助谁啊，在财务上帮助，能够更好的修行。西方的是广目天王，红色的守护神，也是能够以净天眼啊，随时观察世间，护持人民，成为广目，率领龙族。善神啊，守护西方，手里面抓着一条龙，左手托着一个宝塔，主怀爱，能够镇服龙王，表示风调雨顺，也是啊护持正法。南方的这个增长天王是蓝色的守护神啊，率领这个鸠盘图啊，舍离善神护持南瞻部众。铠甲呢跟东方天王差不多，右手拿着一个槊啊，让众生增长善根，护持正法，护持大乘佛法。因为增长天王呢主要是护持南瞻部众，所以呢尊王可以令善众增长智慧和善根，手中手持的慧剑能断烦恼。东方的持国天王，白色的守护神啊，持国意味着慈悲为怀，保护众生，护持整个世界的修行人。他一般的是左手拿着一把慧剑，右手掌中托着一个慧宝珠啊。东方持国天王呢是青色的紫发，面显愤怒状，做红衣铠甲。那么这四个天王呢都在这一个世界上啊，护持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那四个方向都有这个修行人。夜莺果相啊，就六趣轮回经中有讲到，乐修十善因，于他无损害，诸天常护持啊，得生四天王。还有呢就是六道伽陀经上有讲，淡泊名利，不沉溺欢乐，不眷恋清倦啊，是境界啊，虽然不算很好，但也属于中下品啊，得生四天王。寿命呢就是啊，说是500岁。它和人间相比呢，我们这里说就是啊，一天人间50天啊，跟其他书上说的不太一样啊，就是仅供参考。第二，刀立天。刀立天也叫33天啊，四方各8天，中央第10宫，合名33天。
第十宫是第十天王住的地方，道教里把这个第十天王叫做玉皇大帝，统管四大天王和人间。我们人间呢，第十天王也是要管的，所以我们每年初九供天，自古以来呢，帝王都要供天的啊，他们叫祭天。你们在《论语》里面啊，或者是在古书上都看得到，主要的共主就是玉皇大帝。刀立天的天人比四天王天的天人呢的贪欲又要小一些，少一些。但是呢，刀立天的天人的福报的差别是很大的。他们不怎么管人间的事啊，他们在天上呢就嬉戏玩乐啊，有的天人呢就爱乐这个饮食美色和睡觉啊，就是跟人间一样，就是喜欢这一块。有的天人呢爱乐运动、看戏、旅游等娱乐，也有的天人呢喜欢求佛护佑，喜欢佛像，喜欢斋饭，爱乐听闻佛法，跟人间有点类似，只是他们比我们这个欲望少。夜莺果相啊，于父母和三宝恭敬谁能施，具忍辱柔和得生刀立天啊，就是他们忍辱柔和恭敬三宝生刀立天，寿命1000岁。欲乐受用，就刀立天的男女呢也是有爱欲的，身体呢就是拥抱啊，这样子热闹方戏。他们还是跟人间的男女有区别。三夜魔天，夜莺果相，夜魔天的天人呢就是莺歌燕舞，爱好音乐和舞蹈，不爱生气和争论，生性柔顺，说话和顺啊，好劝人和好，心地沉算，修静音得生夜魔天啊，慈喜啊，他们就是非常慈心啊，欢喜的啊，无伤害，不互相伤害，和言离爱正啊，纯善守戒律得生夜魔界。刀立天的天人有些时候还会打仗的啊，跟这个修罗啊有些时候还会打起来，夜魔天的天人就没有这个事了，他们没有争斗，十善业要修到中品以上，寿命2000岁。遇了受用，男女相互牵手就感到满足了。第四是兜率陀天，兜率陀天也叫知足天，夜莺果相啊，就是乐多闻正法，专修解脱慧，喜赞他功德，得生兜率天。或者说多闻持法教，修慧求解脱，积德具威仪，或生兜率天。那么兜率天呢分为内院和外院，外院呢有男女，他们是相视而笑而感到满足。内院呢也叫兜率净土，是弥勒菩萨在那里讲法。兜率天的内院呢没有女众，发愿往生到兜率净土去的人呢都啊跟随弥勒菩萨修习佛法，等弥勒菩萨下来成道的时候呢就一起来了，能够比较快的成道。往生兜率内院的条件在这个弥勒菩萨上生经中啊有讲到，但是呢首先要具备往生兜率外院的条件。往生兜率外院的条件啊，就是乐多啊闻正法，专修解脱慧，喜赞他功德，得生兜率天。多闻持法教，修慧求解脱，积德具威仪，获生兜率天。这是往生兜率外院的条件啊，具备了这个以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具足愿菩提心，并且在行菩提心方面也有所修正，然后啊跟弥勒菩萨还得有缘，经常意念弥勒菩萨，念诵弥勒菩萨的名号和心咒，差不多啊，这样就可以去内院了。
寿命是4000岁。第五是化乐天，也叫乐变化天，夜莺果相，于布施持戒啊，诸行深信常爱乐，起精进勇猛，得生啊乐变化天。这个欲乐受用，就是对人间的五欲非常淡薄，男女呢就是相互凝视，连手都不碰啊。寿量呢就是8000岁。第六是他化自在天，夜莺果相，就是他化妙境，自在转骨，福报大啊，他人化出来的妙境他们可以自在享用，所以叫他化自在天。这是欲界的最顶上的天，五欲已经淡薄到快要没有了。世诸尚有情，具沙门梵行，增长解脱因，得生他化天。就是上根有情类啊，持戒为义最上，功德超越前，生他化自在。就是他化自在天的天人都有这样的修为啊。那么他化自在天的天主修为是更加的殊胜。这不可能是魔王波旬，是吧？就是师父又讲到这个魔王波旬的这个有一个开示，你们要去看一下。欲乐受用，就是他化自在天的男女呢是眼相顾盼，就是互相看一看就可以了。六欲天的总结我们现在把六欲天总结一下。欲乐受用如是六天，行虽出动心即上交，自持以还，名为欲界。身体就是没有交汇，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交流。这个欲嘛是男女爱欲为上首，欲界有饮食、美色、睡眠具足这三欲，故曰欲界天。欲界也是有一定的禅定的所以有一种定叫做欲界定，就是味道地定，欲望越淡薄烦恼就越少了。受生起识经中有讲到，一切欲界的天众无有处女胎藏，或云男，这个男的天子就在天人的这个坐席边上生，就是膝盖边上，就是化生。这个女的天子呢就在这个女的天人两股内生他们都不是在胎里生的都是化生。饮食受用，六欲天的天人有微细的一断食，人间是初分的断食断食就是像我们这样一餐一餐叫隔一段时间吃点东西。饮食流露生分肢解等循迹消化无有变会。天人的没有变会吃的非常微细的这个物质他们这吃下去就是消化掉了，没有杂质，不像我们还有排泄很麻烦。这个上辈子在做天人的人呢，下到人间来了以后就会很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做天人的时候没有变会，现在来到人间呢就有变会了，就很不习惯苦乐差别，就是欲界的天人呢他们是有受用的，但是受用会衰老到死的时候呢提前几天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知道自己要堕下去也会忧恼忧愁。在享乐的时候他们的苦苦是很少的，但是坏苦呢就比较多。人间呢是苦苦多了，欲界坏苦多就像人间的这个贵族跟普通人相比呢他们也是就有类似像天人呢，当然呢他们会生病天人不会生病的。天人到老了的时候呢就会有食苦了第二个是色界。色界呢就是初禅三天，就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
半重天的寿命就是半个终结，身量也是半个游勋。范府天寿量一终结，身量一游勋。大梵天寿量是一终结半，身量是一游勋半。夜莺果相，大梵天呢，夜莺果相，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境界，加以明悟，世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这个好像印度教的主神就是大梵天王啊，其中的一个。我们说修梵行就是指这个哈。佛经里经常提到修梵行，修梵行主要是指修习禅定。禅定呢是外道佛道共同要修的。初禅的这个娱乐受用啊，初禅天的天人呢只有耳、眼、身三识活动，没有鼻识和舌识。色界天以上的天人呢，于诸欲法皆已远离啊，就是欲界的欲望都没有了。初禅天呢也叫初净律，净律也就是指禅定了。四净律或者四禅天呢，从初净律诸天受离生喜乐，所以初禅天也叫离生喜乐地。色界天的天人没有男女的性别啊，色界天以上的天人都是在自恋当中，他们享受自己禅定的清净和安乐。二禅天呢有三层，少光天、无量光天、极净光天，也就是光阴天。光阴天的天人呢，就是净光遍照自地处，虚实圆光成就教体，发光清净，应用无尽，如是一类名光阴天。寿命，少光天的寿命是两大劫，无量光天的寿命是四大劫，极净光天的天人寿命是八大劫。我也讲过了哈，这所有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啊，相比较而言就是比它长了一倍，不要去执着这个时间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夜莺果相一切幽玄所不能逼恼没有忧愁和挂碍，虽非正修真山末地，清净心中出漏以福，名为二禅。虽然它不是真正的三摩地，但是它还是非常清净的这个时候呢它的身体是很不一样的。娱乐受用，二禅天的天人呢鼻舌二识已经停用了，并且呢眼耳身三识活动也没有了五识都停止作用，因为身体没有身受只有心受，所以故不名乐而名为喜。第二净律诸天呢受定身喜乐地。三禅天有三层，也是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个受量呢也是少净天16大劫，无量净天32大劫，遍净天60大劫，寿命极长夜莺果相就是巨大随顺，身心安稳得无量乐，虽非正得真三摩地，安稳心中欢喜必具，名为三禅。指定功德一变，身乐俱发，前面二禅天虽有乐之，为喜之所障，今灭喜存乐，故名乐俱禅离定身喜乐，一向与乐俱，舍念三摩提，身比遍净天。娱乐受用，这个三禅天的天人的五识呢前五识活动全停了，无有五识相应的身受连身体的感觉都没有了，唯有以意识相应的心受为着于此，故名为乐。二禅天的天人呢心有喜乐，三禅天的天人呢心喜已经没有了，更微细了，只剩下心的微妙的乐受，故名妙乐。
第三净律诸天受这个离喜妙乐地，就是离开这个喜啊，只有剩下妙乐。四禅天有九成，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就近天。这个受量呢，就是前三种天呢是凡夫啊，就是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寿命也都是非常长啊，都是这个100劫、200劫哈、啊，甚至500劫。无想天是外道经常容易进入的天，无想天，进去以后就麻烦了啊，非常不好。修外道禅的人呢，容易进入这种禅天。从这个业因果相上看，就是若与先心啊，厌离苦乐，精言舍心，相续不断，缘穷舍道，身心俱灭，心力灰矣。经500劫，世人啊，以生灭为因，不能发明，不生灭性。初半劫灭，后半劫生，如是一类名无想天。这类人呢，就是像木头石块一样啊，暂时不生一切烦恼，心律完全凝固，身心俱灭。无想天是不好了啊，心识的凝固在那里不动，什么都不想，心里没有任何的境界，这样就会升到无想天去。这四乘天呢，就是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和无想天呢，一切世间诸苦乐境都所不能动，所有的苦乐境都没有了。所以呢，四禅天叫做舍念清净地，虽非无为真不动地有所得心，功用纯熟，它还是有所得的哈，还是贪着六根清净。这个六根清净是我们修道很好的一个基础，但是贪着这个六根清净，就会升到四禅天，起了这个贪心。本来呢，这只是一个我们修道的一个基础而已，没有什么。饮食受用，一切三界有情，寿命安住，以禅悦法喜为食无福初断及微细的断食，没有断食了不吃东西了，主要是以禅定的安乐为食。打坐的时候，在那个禅定当中，身体有很多的变化，升起各种感受，他们是以这个为食的不用吃东西。身体呢也都是光明，不像我们这个，我们是以这个粗重地大为主的身体，他们是以风大为主的所以不用吃东西。欲乐受用第四禅呢，依小乘有部说，无有喜受，乐受亦不起。色界四禅的众生呢，在出生的时候身量周围都具妙衣无男女的性别，独行就是独自在禅定当中呢都是自恋没有和其他众生有交往，各自在各自的定中。但是呢，尚有色字，微细的色身还有，心际距离。起心动念的就没有了无所交结兼无失眠没有这个饮食和睡眠，三欲俱亡，但以禅悦为食而为息后面还有五乘天，这叫五不还天。这个五不还天呢，就是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就近天。这个业因果相就是世俗即无漏，修习诸熏禅，熏禅正受力，生五净居天。这个五不还天也叫五净居天，是三果罗汉以上居住的地方。于下界中九品习气俱时灭尽，苦乐伤忘。
归舍心众同分中安立居住，持五不还天，彼诸世禅世位天王独有亲闻而不能知见。世禅天的天王虽然知道有这个五不还天，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见到。如今世间狂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这个五不还天呢是三果罗汉居住的地方。下面讲这个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呢也叫四空天。分别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第一个空无边处天呢，就是从这个业因果向上看呢，就是厌离这个有色身啊，失呢无边空，做空无边解故，不喜欢色身啊，只有意识啊，这个失啊，就是这个失心所呢哈，这个起作用啊，光想的那个空啊，住在外在的这个空境上，执着空境。第二个是实无边处天，业因果相识啊，厌离前面的这个外空境，不喜欢外面那个空境，然后住在那里就厌离了啊，由那个思维内识啊，做实无边解故。这个时候呢，诸爱即消，无爱无灭。其中唯留阿赖耶识，前于莫那半分微细，如是一类名为实处。阿赖耶识和半分的莫那识还在，这就是实无边处天了。这个实啊，无边无际的啊，前六识都没有了。第三是无所有处天，业因果相识啊，厌离这个无边无际的实啊，实无所有，又不喜欢这个实了哈。内心的空识又厌离了空色即亡，实心都灭，十方寂然，就是时空实无边处，这种心境又灭了就是无所有处天，就是十方都是寂然。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业因果相呢，就是实性不动以灭穷眼前面还有眼这个眼就是还有心念还有微细微细的心念，厌离前面的境界厌离这种无所有处的这种境界这还有非常微细的心识。这个非想非非想住天呢，实心都不动了。第七识呢，执着第八识的作用还在，但是第七识呢，作为一根呢，就是不起作用但是不产生意识，所以说第七识作为一根产生第六识的这方面的作用就没有了。以灭穷眼，就是不再舍了，以无尽中发现尽性，若存若亡，若尽若非尽，如是一类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天。寿命这个寿量呢也是最长了，八万大劫在三界的最顶的天。此四空天身心尽灭，定性现前，无业果色，有定果色，一正皆然。一正就是依报和正报了，无业果色，有定果色的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色界的那个身体，业果的这个身体就是没有了，但是因为他的心识还在，我执还在呢，非常微细的禅定之色法呢，叫定果色。并不是完全没有设法，因为它有阿赖耶识还有莫那识
只要有识就有能量，有能量就伴随着有摄法。只是这个摄法呢是叫定果摄。欲乐受用啊，就是五根五识五境俱无啊，都没有。色界呢所摄之喜乐二根也没有。无形体摄法可得。并且无器界方所可得。没有住处，只是自己的心识住在那个禅定之境界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天的众生，让大家知道一些名相，了解一下他们大致的状态。他们都还是有微细的执着的，末那时的我执呢都还在，所以呢不能解脱轮回。阿赖耶识的这个无明还是在就是不动，就是阿赖耶识的夜袭种子也不现形。